台湾队一夺冠，歌手黄轩在台上立即邀底下歌迷唱《台湾雄鹰》应援歌。中华队目前的比数是多少？1-0，刚刚全垒打了。乐团旺福同样演唱会开到一半，和歌迷们不断线更新场内盛况。台湾队在世界棒球赛摘金，让不少球迷们看到眼眶泛泪，而全国人民沉浸在欢庆的氛围里，却引来不少中国网友留言开蹭。中国网友在微博上发文，中国台湾赢了日本，让日本选手都傻了，台湾离胜利只差一步，中国台北决赛击败强大日本队，再一次证明中国人绝对可以打好棒球，或是称我们为台湾省，让不少台湾球迷留言开轰，果然人不要脸，天下无敌。我们自己知道我们就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，为我们自己的胜利骄傲高兴就好了，不需要去在乎外国人对我们的看法。台湾拿冠军干你中国什么事，不要吃我们豆腐。对于棒球的热爱是没有分两岸，不需要意识形态的。那我们国家在国际上赛事所使用的名称就是中华队。即便有蓝尾帮换家，但台湾选手在国际赛事勇夺金牌，却也让中国借机大吃台湾豆腐，也难怪台湾人民难以接受。三立新闻陈淼、邱道云综合报道。